冲突的感觉。嗯，啥意思嘛？这个问题我不敢说。你有这个资格？好，请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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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。你们既然三个都在这儿坐着，那你们知道要干嘛吗？坐着，坐着。我也不知道。那就算了。主要是我也不知道陆晨他们要录。迫于公司高层压力，被迫录像，被迫出演声音。这个节目以后到底怎么走向，我也不是太清楚。我都不知道这个节目什么走向，这个节目走向，这个节目什么主题我都不知道，就把我叫过来干嘛啊？我也不，今天又有哪些事情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不知道你们在这儿找我干嘛？那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啊，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吧，好吧？那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。什么时候轮到你开头了？什么时候轮到你开头了？开头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呢，就是很火的那个僵尸的，关于僵尸的一部电影嘛。是什么电影呢？能不能？你这么一说，能不能？大家都猜一下是什么电影啊？我也不知道哈。你们听说你们是看过的？没有啊，谁说的？中国有句老话。叫做明知山有虎，天下虎山行。觉得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僵尸，这些你们该怎么办？比如说，我会拿一根棒球棒，然后坐上一条火车上。一条火车上，二条，五桶，五妖姬。啊，活了活了，谢谢。其实吧。I think，这好低级啊！这个用法不说不声音。开始。Say， 假如亲人朋友变成了丧尸，那你说过来？丧尸是什么物种？哎，这个问题好。丧尸呢，要跟你解释一下吗？丧尸分为上尸、中尸和下尸。上水、中尸、下尸。上的，还有下的，还有 SR 丧尸。我想真正的丧尸。他是跑得很慢的，所以我就边遛他，遛着他，对，然后六，严格六，我先遛着他，对，然后呢，我就拿一把什么武器，比如什么棒球棍啊，对。那他的问题是那是你的亲人呢？对，他的问题是那是你的亲人呢？那是你的亲人呢？是啊，那就大概。我一般就会那个什么一起变成丧尸吧，因为我觉得变成丧尸也就基本上这么顺了，对，变成丧尸之后就没理智了，也不用去想什么，也不用去害怕什么了，其实跟丧尸那就一起变呗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要是我的话，我肯定敢啊，我变丧尸了，我还不如自己了结了，了结了像也会咬你啊。你也会变成丧尸。我没有，我自己之前先挂的话，我就不会变成。他扑向你，你怎么可能自己先挂呢？那我就说他打到已经死了，然后那些人在咬他，对对对。比如说他扑向我，那我就跳走就好了，因为怎么可能自己变了，然后他就祸害别人？跳得特别疼。哎，没准僵尸里面有他们自己的语言，变了之后还是一家人。说不定了，特别可能。僵尸一个。六。演了僵尸之后，我还可以演电影呢。好大。Question two， 当你到达安全的地方之后，还有一个人没有赶到，但他身后有一群家人围巾，就是丧尸，你会关掉门保护自己的安全，还是去？这个场景四成，还有不是废话。这个场景似曾相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冲出去。不是，你这个问题有 bug 呀！你说你当你到达安全的地方后，你会选择关上门，那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安全地方就是关上门呢？你看，你这个就是被传统僵尸片给限制了吧？像我这种聪明的人才不会受你这种限制的，才不会掉进你这个坑里呢。我的话就会飞上天，和太阳肩并肩。好冷，我没有梗了，好尴尬。好，听你们说说。就是去拉回来嘛，但为了正义我会拉出来，但是正常情节我都是去拉回来。对，但正常情节是会拉回来，但是你这个问题我们感受不吗？那万一拉回来的时候你要受伤呢？这个问题是没有两种选择的，只有把它拉回来。如果你说不，就会被黑得很惨。对，所以说呢，我就选择
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。Question three。一共几个？哥哥。欧巴。这就第三个了。欧巴。这第三个吗？僵尸咬过之后，你还没有在变成僵尸之前，你会怎么做？啊，这是一个好痛啊！哇，啊，有没有创口贴？对，你有几秒钟时间？就是被咬的时候有几秒钟？没有了，有几秒钟？清醒时间？你就看你的大脑意识控制了呀。那我这么聪明的人，那可能，那我可能你被咬了之后还得，在身体里面潜伏个几年吧。那个灯叫什么灯？什么探照灯、激光灯、跑马灯啊？跑马灯，对，跑马的汉就跑闪，脑子里面闪跑马灯嘛，就是人死前会濒死体验是吗？对，就是生前的记忆，然后一下一下的闪过，就回忆了，回忆了，看电视啊，不要。那个电影之后，因为你闪回了一下就不用变了，蝴蝶效应嘛。啊，因为然后就把痛苦的感觉留在跑马灯里。好，今天大家聊的，啥意思嘛？我还没有说。好，你说，说完了？没有。好，说完了。耶，你可以说。好，我们这期结束聊的非常开心。等会儿补一下那个介绍这个节目的内容。不可能。录个啥子录？啊，好了，不录了。那快，这期节目就这样结束了，大家再见了。把那个给蒙上，相机蒙上。你们以为我们没有花絮吗？哼。就是我们的套路这么深，你们其实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我要吃长虫。背景是三个人录完节目过后的状态。路霸那钩子怎么勾的？大金的 V 路霸钩子。我是裂空。3、2、1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， 假期快乐，不行，股神要攻击。真相只有一个。Q 一下好不好啊，导演？我知道我们要去找呀找，找朋友，找一个好朋友。这是什么梗？这就是我们这些结束语了。好的，就是这么真诚，谢谢大家。你们以为
我们没有花絮就到这里结束了吗？就是，你们以为我们这么的耿直吗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蝴蝶擦亮了眼睛。你是在 cue 我们吗？的确唱错了，我的天。